好，主播来看到这中友百货前这个排队的人潮，哇，真的是绵延了好几公尺哦。您可以看到现场真的是涌进了好几百位的这个歌迷粉丝哦，大家为的就是要这个换取张惠妹新歌演唱会的门票。而且排在第一位哦，一大早六点多来的呢是一位老伯伯，他说他是要帮小孩来换门票。来听稍早访问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非常开心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现场每个人都人手一筐哦。这个筐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它是张惠妹新专辑的这个外筐哦。那么今天换门票的唯一要求呢，就是要带着这个阿妹的专辑外筐来现场来换取哦。每个人可以换取一张免费的门票。那么这也是阿妹暌违了3年哦，再度回到台北来开唱哦。这一次呢，不是在小巨蛋，而是在距离市府只有100公尺远的信义区货柜市集哦。那么这一次预计是北中南在今天一共会发放4000张的这个免费门票，很多歌迷领到门票真的是嗨翻了。阿妹，我爱你。以上讲最新情况。